本节目由和联家电赞助播出。Hello Candy， 今天要来介绍和联的果汁机，就是现在的注重养生嘛，那很需要一个随打随喝，可以随时补充维生素的果汁机。等等，好，我们来打开喽，看一下里面有一个这个。食品级的钢头，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尺寸， Candy 的手比较小，大小适中，反正就是随行嘛，所以就是方便你携带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方便充电，它充电头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特别，你们看是这种是有磁吸式的，吸在这上面这样子的哟。然后是 USB 的插槽，所以你随时到哪里，出去旅行啊，在公司啊，可以方便的充电的这种东西，好，丢去旁边。嘿，还有就是它的电池，号称呢充饱电之后连续可以打15杯的果汁，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棒的。像呢 Candy 有那个千年老宿便的困扰啊，然后我就自己看电视一些养生节目，他就说其实你早上上班空腹喝一杯，例如说我会喝肉梨牛奶、草莓牛奶，我还打过凤梨优酪乳，还有那个奇异果牛奶，非常有效的。如果你是要这样子的杯子的话啦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好，再来牛奶，因为这是我们自己打，不是在外面啊，所以其实量比较实在。如果是外面都会加水，你自己的话你自己就可以斟酌你要的量，看你是要很割啊，还是要很稀啊，这样子。好了，我觉得这样打起来会有点割，可没关系啊，割就是实在。这样子的量呢，你就可以把它倒进去这个里面。当然，如果你一天你觉得你要喝比较多500cc 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放在这里面。那香蕉你就可以用两根。好了，开始咯，这样这样这样 ，OK。但如果刚刚讲你怕很稠的话，你就可以加一点水，现在改下去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来打香蕉牛奶，来给它翻过来。针对你自己判断一下，你想要喝怎么样子的浓稠度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打开来了。因为早上起床太忙了，哎，拜托，又要化妆，又要刷牙洗脸，重点是还要赖一下床。你觉得我会来得及吗？所以我很建议买一台这个放在公司，什么送林自用凉香仪，哎呀，太老派了啦。我们现在就来喝看看成果如何。有一点太甜了，因为 Candy 喜欢喝比较清淡一点的，但是这个也是很不错的咯。真的是建议自己买一杯这个在自己家里面打，因为外面可能都会加水啊。重点就是因为我们都放得很实在，香蕉就是一根下去，牛奶就是整杯下去，没有稀释哦。好，我们打刚刚那一杯大受好评的香蕉牛奶呢，送给我们的同仁喝了。现在我们来试第二杯养生果汁火龙果牛奶，来 try try see 火龙果一颗就好了。然后牛奶，因为刚刚调的比例是比较浓稠一点啊，所以呢就要稍微比例呢再给它改一下，牛奶不要那么多。这次我要加冰块，1、2、3、4，好了，开始了哟，放进去，放进去，你们开始。呈现紫紫粉粉的颜色出来了，然后你就再听一下那个冰块的声音，哎，咚，没有噼里啪啦的声音啦、啊。好啦，就这样。所以它刀片还蛮利的，可以碎冰哎、欸。哦，对啊，可以碎冰，因为这种都会怕就是刀片不够力。一样，我自己打，我自己喝一下成果。这次比例如何？嗯，很可以。你真的？对，我非常的喜欢这杯，就我自己喝。你这个表情有真可以。超推和联随行果汁机，赞哦！耶、这次一样呢，要庆祝聚宝阁拿到和联的经销权，我们一样有推出好康，只要你留言，这样了，年终要到了，就祝美丽的 Hello Candy 兔年行大运哦！我们会针对留言前十名的这个网友呢，我们会请小编私讯你们，折价券30块，30块哦！所以呢，赶快来留言吧！